狼人一级太顶了，这把黄冰女无所谓，这把买时光买不了残影。 直接来吗？我打个 Q， 交给你了，打点血，可以，兄弟，可以，呵呵，还可以的。冰女烧什么？请问，绝对赚，他现在换我是赚的。 兄弟们，冰女炸了，他还是买了两瓶药。六级跟他打，我们要卡阿林六级之前就是打不了的，可能有点无聊，没事。过去被耗血玩不了。 先推线，先推线，他冰女线，完他翻不了的冰女。这个血量我也不去了，回家。 打冰的这种控的术士光好用，给你吃肥一罐头呀，还能什么罐头？Q一下博哥，不做残影，让他推，他会急的，他在补19个刀，急的是他。 我们等到六级就有解放。 冰女感觉好恨难抢啊！一直找他，我残血。 来，还能打得过我吗，兄弟们？嗯，不上头。
他不走，后面是有人的。 等六级啊！我杀我知道，王三会在的，你看好明显啊！你看，真的好明显啊！宝锤，炸穿这个冰女，<笑>男枪一直在搁那。 阴阳怪气的，走吧。传送我还没用过，我觉得可以省。 挺狠啊！这个男生反应好快啊，兄弟们！是，可惜不是单杀。 这兵你心态真炸了呀！<笑>受不了，时光8分半时光 ，OK。 有点肉，他没要，他一瓶药，没事。老想抓我了，对面，不给机会了。 我在靠，哥们儿，必杀，单杀 ，nice 啊，坚持，一起吧，一起吧。 可以先做鞋了，这把只要对面不点，我都不敢想啊，我都不敢想我要打多少个。
病旅废了，我们直接压出去。看一下吧。病旅上去了，我可能跟他拉扯一下。这个狼人我估计有大，不然他不敢那么玩。有人，操！不是单杀直播。秒，两个单杀，我觉得我可以接着拆，他们只要盲僧不在我就不怕。拆个塔吧，2100块，我吃这个我感觉有点危险啊。够了，不想浪。哦，别下塔了吗？不拆塔，这个发育不好呀。后面不拆吧，来吧。成型了，兄弟们，两件套。直接用 W 打这个炮弹也能这个单杀，没 K 到，让他们的至尊受伤，各位，盲僧前面抓了好几次，你们知道吧？没抓死我，被我猜到了。我操，风铃给炖了，快！烧成了啊，烧成了，还行。再来个单。三个单杀了，对吧？嗯，操！单杀四次，单杀加五被死了一次减三，还好赚两个。我也不是被单杀，可恶的麻生。我考虑一下，是吧？这边巫妖吧。OK， 又来个单杀，这波比鲁斯要死了，他带了，他肯定会带。一套秒我1700，他这个爆发可以，好吧？五个单杀，MVP 怎么拿都能拿得到啊！我的伤害就是 MVP， 放心，这把队友评分应该最低了，1-9的冰女，可以，他们现在投了我都不少加，加大几十个。
我感觉我已经找到这个打完头的节奏了。AD AD 下路，看到了，操！ 知道，这 AD 还 A 扫描，哇，生气了，哇，有盾风女，我死，还好不是单杀，我急了，兄弟们。 喝个啥吧，死了三次，三三得九，减九个。 多少？我没事，都能单杀。混你给个盾，直接给我搞个助攻。少杀要好几个。单杀。他们在带小龙，但是我去不了。这个小龙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妈的！赚了赚了，这猫在踹死我好几次，这个逼！ 我要给他打电话了，老子菜我穿甲流受不了，买这没必要买这，这没必要，买个杀了算了，反正嘛算了。 不能拉进去啊！这波全是控制，阿俊吃一个控制死了。秒单杀，这把还可以，还有超神这把。 八个单杀，看一下是不是八个。